往后拉，太享受了，真的有一点五六七八，刚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再回来中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要手碰地，然后要头放松，中小腹，手碰地，然后上来。九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拉，手往前垂直平放，左右继续拉伸，顺势深呼吸吐气，深呼吸，慢慢吐气，然后右脚还原。拉伸操其实它只是把你的淋巴结跟淋巴球把它拉开来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哦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它的拉伸，让你所谓的这个拉它有力度的，所以当你的力度拉起来的时候，你左右你还要继续的去用力，所以它的张力啊，比较能够让全身，好像就是你全身的筋骨从头到脚都拉到了。那你每天都进行这样的一个运动，自己在家里做，不管风吹雨打你都可以这样做的过程中，它最大的一点就是让你从头到尾都运动得到。